会去生到咱祖先的脾气，会去生到咱祖先的个性，有时阵还阁会遗传到咱较早祖先的毛病。所以说，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讲，为什么所有的因果缠缚问题，我们都没有想要去研究？咱干那要研究神有兴啊无兴？我这三张香甲你求，神你一定爱怎？有求必应，无求必应，这神就感觉无兴，就无人要拜。那神是很冤枉的事。现在讲我即马替神伸冤，替咱的母牛伸冤。毛人安尼讲啊，讲台湾全省跑灵山的是啥物人说的？讲是王母娘娘，因为有花莲的王母娘娘，有花莲的金宝。才有台湾全省所有的消人消一堆，就是这样讲。为什么？你讲啊，无王母来咱这个花莲圣安宫，无传这个脉，无开这个灵，咱人就入去偷灵山，走灵山走到尾，放翁放囝，放母放囝足济，离婚的嘛足济，变成母牛就安去背黑锅，换咱的母牛背黑锅，母牛安怎讲？母牛敢让你一部经哦，伊写啥？母牛定慧解脱真经，你有了？你有详细甲读过无？伊叫你定慧解脱，并无叫你去走灵山，嘛无叫你去做寡戏，嘛无叫你去奉神拜将，嘛无叫你讲一定都爱去倒位啊？他有这样教你们吗？没有，但是即马人教也搁较离谱，唔那个安尼尔，恐吓的搁一堆。你要看我人遐有写一张批号无？在咱卖讲讲所在，浙江，他被公馆欺了多少钱，连房子都卖掉了，为了什么？为了修行。为着修行，伊含厝拢袂掂个。伊讲伊予人框架到什么程度？讲伊无修，伊袂超过49岁。伊讲啊，伊个囝细汉，我若无修，无对因安尼泡，无对因去做伴，啥物伴啥物伴都拢要往伊开钱。伊无再来活超过49岁，安尼伊就去甲迄个厝袂掂去，所有拢贡献予伊金庙，结果呢？伊49岁过啊，嘛无死啊，嘛无死啊。但是因兜已经农家散地啊，为啥物？因翁讲伊安，所以就离婚啊。那离婚了后也无厝好住，爱你阿囝嘛无爱插你啊。为啥物？哼，啊你都痟到遮严，你都已经痟到遮厉害啊，遮离谱啊。你都信迄个老师，信到会食膏啊。迄个老师讲啥，你逐项都信，信到安怎？信到家破。刷了，囡仔是谁？无人要承认你。伊写一张批，写才到，叫我讲会使搁电台甲发表无？我讲我都无咧厌世个，我厌世淘宝店啊，对无？伊讲叫我连迄间姜名都甲抢，我讲买哦。哦，这个你说给我听可以，你写这么厚的信给我都可以，你有什么委屈讲一讲都可以，但是你袂使叫我讲迄间姜的名。伊是安怎甲你骗，安怎甲你怪，这种代志我袂使讲。我来讲我这，讲一句较歹听，我慈悲毕生功，唔得去用，对无？铁石头用弹的。我讲正话，但是真的有被人家这样框架的，房子卖了，去西方的嘛有，然后回来厝在做啥？我因家嘛无厝好住，即马回来伫个共细厝，伫个路边摊咧切切啊面。在吃吃啊，因为钱拢开了，钱开了，人就好等嘞。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宗教吗？这个宗教是这样传的吗？
所以我感觉母娘足委屈的，无怪母娘落来就是干那哭呢。为啥会干那哭？我护恁的是母娘定位解脱真经，恁拢无甲我看，头姊妹拢无甲我看，你就开始我就无讲话啊，自头姊妹敢有讲话？无讲啊。伊坐伫遐敢有讲？无啊，拢恁家己讲的嘛，拢恁家己派的，啊，啥代志拢走去我遮来，拢讲母娘讲的，夭寿的，无影无食。当时啊，母娘会讲，母娘都当掉伊当时啊讲的，是恁家己讲的，恁家己派的。为什么拢要讲啊母娘，拢要讲啊母娘切下？我若讲母娘讲的，拢是讲真。这就正跟母娘讲，为什么？因为今日要功课，要我要功课，伊爱一寡资料给我嘛。但是母娘敢是真正用伊个重调的嘴来讲话给我听吗？不是啊，他用事的是一个信息，让我来摕来写。这公司嘛是安尼，来摕来写。有时我若接袂赴，我搁写到会糊掉，搁点来。有时还搁用注音呢。因为我惊袂记啊，因为你溜过足紧的，溜过足紧的，啊你抄袂赴，你就要用注音呢。等下再过来找字落去读。吼、哦，啊我即马安尼甲你讲，乾坤运转天地开，灵体合一归元台，这就是母娘讲。啊母娘敢有叫恁去跑山？无吧？伊敢有叫恁去讲去爱去做什么官？去做什么官？啊叫恁去开钱？无呢，没有呢。啊，台湾专线是安怎有这么嚣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那个唔对的代志，唔对爱推翻无，爱推翻。母娘讲的是什么？她是正知正见。乾坤就是咧讲查甫甲查某的，乾甲坤就是坤遮乾遮，就是咧讲男女阴阳。伊咧讲的话是啥？伊甲你讲运转天地，要安怎运转天地？要安怎开天辟地？嘛，咱人灵体合一归元台，就是归咱原来迄个所在。吼、哦，万法归真，共一理，万法归真嘛，同是一个理嘛。你管道讲的嘛，讲迄个理；佛教讲嘛，讲迄个理；道教讲嘛，讲迄个理，拢叫你安怎？叫恁爱性命相修嘛，叫恁爱修行嘛，吼、哦，叫恁爱做好嘛，敢一共用一理吗？啊，这就叫做母娘讲的。啊，母娘若甲你讲倒位也袂使去，去就爱甲你发鬼香，迄、那个母娘就听我不用理他了。迄、那个人的母娘，毋是坐伫遐的母娘，坐伫遐的母娘绝对袂安尼。咱若读国小、读册，咱袂使阁读国中吗？啊，读高中、读高，袂使阁读高中吗？人袂使升长吗？会使呀，写啊写，顶下有咧白条咧，下咧溜条咧才会使，不是这样子啊。道理袂使讲安尼，道理讲安就袂通，袂通就是袂通。母娘要甲恁讲的话是真理，迄个叫做讲话。人道开盘复修缘嘛，就即马这个时阵，就人道开盘，即马咧复修缘的时阵。啊，神啊，也该讲必修初心归元一。我们原来的一就是最淳朴的一张白纸，咱是上界淳朴一张白纸。母娘叫你落到这个凡尘，伊就给你一张白纸。但是落来到凡尘了后，咱家己有这个贪嗔痴慢疑，家己有这个贪念，有这个名利权势，有恩怨情仇。所以那张白纸是你家己画，你家己看要画多少世因果拢写伫遐。因果不灭，因果绝对不会因为你没有改变，因果悠然伫遐。所以咱也是常听人讲讲的，啊，就去找神明看看。啊，母娘即摆该甲伊讲啥？即摆母娘在甲伊讲啥？那正理的你会使听。那是甲你讲迄个吼天花乱坠的，你面通倒读起来，为虾米？安尼你较无趣味啦。伊若无那甲你讲愈济，你就愈艰苦啦。是安怎讲？无做紧张，吼、哦、啊要做你无能力。
那我们不要去听人家哦，啊来讲到一堆安尼拉山平，啊讲讲也无一项是真正是的，真正母牛讲的。迄母牛是袂开口，母牛来开口，母牛会讲，迄就无影的代志。为什么你甲我辅助？你甲我辅助到这个程度？啊，恁这恁阿囝啊，搁继续安尼辅助落？啊，你讲母牛坐着啊，敢坐会调？伊绝对坐袂调。为什么？敢那这灵修寒乱的，唔知拢我害的。啊，伊都爱退位啊，伊就等于规个等业地倒啊，干嘛他要下来？他就不用下来啊。下来对这灵阿囝也无帮助，对这灵阿囝也无啥物优越。啊，那伊来这是咧乱盘尔，伊都唔是咧修缘啊。啊，那母牛都来乱盘，都唔是咧修缘啊。啊，但是咱的母牛敢真正是安尼？较大声咧啊，是毋是啊？是甲毋是，是咱的认定。咱足容易互牵咧行，是因为咱无主张。因为咱无了解什么叫做道理，咱无了解什么叫做正理正气，我们不了解上天的旨意是什么。上天的旨意要让你创啥？干那要让你讲做人，要安怎做？甲讲人的德有够，行有够，不然为什么叫德性？他为什么要叫德性？所以母牛讲万法归真，强毅力人道开端复修仪嘛，必修初心归原意，母传真经永未生，功名利禄不掂久，世道兴衰全在天。后壁这句就真正在甲恁鼓励啊！伊讲万灵本是天上仙啊，你是仙啊！你是来世间去沉沦去的，原来你嘛是仙女啊！原来你嘛是道童啊！你嘛是仙童落来啊！人又尾后甲咱鼓励哦，功名利禄无长久啦，世道兴衰全在天。元灵本是天上仙啊，是非本是前世缘。得法看袂上青天，竟然无好歹，好歹在哪里？气在心，你的心念是打叉的。咱去用洗脑洗伤久呀，去用恐吓恐伤久呀，安怎恐？无修会安怎？无修会安怎？无修会安怎？无修恁囝安怎？无修恁安怎？安怎？安怎？你来遮找过大夫，我捌甲你讲你无修会安怎无？倒一个有去我恐吓过？无袂用讲较大声的吗？我捌直接甲恁派恁爱创啥无？是非对错也要给神明一个真正的道啦。爱有神明真正讲，伫这个世间是真正来破坏世间，来利益世间人，绝对唔是来牵世间人脉。啊，那安尼有神要创啥？有神对咱来讲就不利啊，也毋是有利啊。让我们迷信到这种程度，迷信是谁迷信？是你迷信啊，不是神迷信。所以讲到位头前来，母娘会跟我通了那个诗文，这样诗文是伊直接讲给我，我直接抄落来。啊，你哪也保守的，你嘛也甲抄起来簿仔底。逐天甲掀起来看，阿母也讲啥？母娘在讲啥？在甲咱教诫是啥？伊要叫咱修心是修一个品，修一个品行。品内底有三个口，有无？一个讲是，一个讲非，一个讲对啦。品，他是在讲人品，他是在讲人的功德力放在哪里，慈悲。伊讲伊无爱灵阿囝足翘起诶，伊要爱灵阿囝善良，伊要爱灵阿囝会晓学慈悲，爱灵阿囝会晓去体会，会晓去摸。如果世间的所有的这灵阿囝拢摸啊，你拢了解啊，了解这个人生的道理啊，母牛自然就回归了。咱母牛即马行未开脚是啥物？
因为白的人99%只有一分了啊，有解脱，了了啊，有感觉，讲啊，母娘你讲安尼对，啊无他还是往迷的方面转，往迷的方面走。安尼咱是不是含神亦不义？咱人是含神亦不义哦，唔是神教你安尼做哦，这样是错的哦。啊，咱倒毋是讲神甲差你就会保庇哦，歹势德行爱留啊做咧，心爱留啊修咧，神是查刁的，你要让伊会入神哦。我跟你讲，除了你有正知正念，啥物款人拜啥物款神啦、啊？一个真正确、真正道的人，伊拜的神就是正神。啊，你若三张香拿起来，把保庇哦，我当时要来创啥，当时要来创啥，神念就走了了。我都唔来恁家，干呐早暗三张香，放三杯茶，你都要求天、求地、求后爷、求动力。我讲倒一尊神动你会调。我着求阮囝爱乖啦，我着求阮囝爱安怎啦？我问你，你德行若做好，恁个囝就乖啦；你德行若做无好，恁囝袂乖啦，要乖倒去。我们都没有在想，我们的阴德做一堆，咱个功德做一堆。咱今日所行的路，一条子孙看榜样，你给子孙什么样的榜样？这个这道顶有关系吗？无关系啊！啊，没有关系的事，为什么我们会去说？啊，对一间的神较兴，对一间的神较无兴？你家己的问题，你的能量等级。决定你的量长跟思想观，你的思想观脑正确，你又乖不起来；你的思想观脑正确，你袂记咧东走西走，东跑西跑啦。我安尼讲，搁较简单啦。道法内底面的承负因果业力，为着方便要恁理解，咱就用一个正能量跟负能量来做解说。一个有正能量的人，他绝对不会乱派人去创啥。一个有负能量的人，不管是就咧讲，我当时佫卡着啊，好、哦，我去倒遐创啥，我又佫卡着啊，佫对规堆啊，迄叫做负能量。我伫遮办代志办30天啊，我都唔知影啥物叫做卡着是安怎。佫有人问我足笑亏的代志，梅香师姐，你了有发言谈，我对啊。哎呀，不是拢足侪人来讲嘛，啊，甲人个肉体下步，迄来恁遐来恁遐见啊，啊，恁伫遐咧讲课，因敢袂走出来外口听？讲会啊，讲会啊，我足欢迎因来听啊，讲这就是要让恁听啊，人会使听，无缘法界鬼会使听无？人我较惊呢，我唔惊鬼，因为鬼会使甲讲来，咱好好啊修。啊，有代志咱好啊参详，人袂应承呢。所以吼、哦，八仙落来讲一句话，伊讲宁愿度畜生，就不要度人；宁愿要度刺激的众生，四脚落地众生，就是无要度人。为什么？伊讲即卖人已经坏到连天都没办法去，让他们变成善。今麦要甲恁讲啊，讲这个负能量，道法里面的承负因果业力，为了方便解说，所以我们在讲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业力阻碍，你的正能量很高，你是高频的。如果你的身躯边拢还阁足侪因果，甲你业力拢甲对条条，你定定艰苦病痛，这就是表示你的负能量很高，因为你的。问题还没解决，你欠人的因果业力也未甲人解决，所以你的身躯边不管是都有人要甲你处理，这就叫承负问题。哦，这是要甲咱讲，咱人咧修一个修啥？你修一个讲不欠因果，不灭因果，因果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绝对要怎样？要承认。
这是我唔对，好，这是我唔对。有一个师姐啊，伊头壳痛，拢痛一边，痛一边，痛规边个啦。伊讲叫医生看，安怎看拢无效，结果有人报伊来问，寺庙甲查查，讲哇，你哦精死啦，胎儿啊，拢爱用物件甲讲死，拢讲五遍。你有看人咧胎儿啊哇个对无？噗噗噗，你就甲哼落，爱就点伊，伊就是甲哼落，伊就点伊。啊，即马甲哼落了，伊就换伊啊。伊过去生是胎儿啊，吼、哦。过去生胎儿啊，所以伊一定遮拢爱疼几遍，疼几遍，疼几啊十冬啊，拢袂好，食补哪顿也好，看医生拢袂好。神庙甲讲，你因果处理你，你有要想要忏悔无？你相信我甲你讲，你过去生的胎儿啊，胎精生胎儿啊，你唔甲讲，你甲讲倒一遍，你就到底疼倒一遍。伊讲安尼要安怎解决？伊讲业力，我甲你处理，我甲你调来处理。当然你爱念，爱念经，爱念什么经？叫念地藏经伊毋捌字啊。伊讲嘿，我袂晓念。啊，叫念啥？念往生咒。念往生咒，讲伊嘛袂晓念。啊，袂晓念要安怎？我叫伊去买录音带。我讲你去买录音带。伊讲卖啊，录音带我袂晓。卖啦，拜托师傅。哎，伊嘛是，伊嘛对人叫我师傅，师傅来啦，我来摕录音机啦，你甲我录啦，我拄啊念念偌久，你敢知？念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耶陀耶陀地，耶他阿弥哩多波比阿弥哩多悉檀波比阿弥哩多比伽蓝地阿弥多比伽蓝地伽弥哩伽伽那提多伽哩萨婆，我甲念49遍而已。伊当伊从啊开始，我甲你只鱼啊忏悔，我都袂晓念，但是。啊！这师傅念的啊，伊就甲签去。49天来去找我，你敢知影哪讲？换一篮水果来讲，好师傅，你都有够够，你念的真正有效呢，真正。脚甲断好，嘛无搁食苦哪的，无搁食苦哪的，这叫做因果，哦。啊！你若要予你个金刚较好嘞，金刚身就起一万遍。你若搁去予鬼卡着，你再找我。我若暗时啊出去，你共巡查，我着天地玄宗万劫本经广修一切正悟精通三界的，我唯独独尊体有金刚护应我身，一直念。啊！你若到边啊甲我对，我着一挂予恁啊，对无？我们要保护自己啊。你要跟人家说对不起啊，对不？所以我常讲吼，因果缠缚问题绝对是有的。有时咱若生一个囝来，咱即马讲东边伊会走西边，这个囝仔就是来创啥来讨报，唔是来要甲咱报恩的。这种囝仔你一定爱甲下因果，一定爱调整。下因果是下囝还是下老爸老母？下囝。错，因为是你共感交的嘛，因为是你对不起伊嘛，伊才来了你，伊就来要甲你收你的嘛。做老爸老母，老爸老母爱先忏悔，然后才做囝，然后才提来合缘，安尼就过关了。老爸老母唔对，是老爸老母会去感交这个囡仔，伊来互你。出事，伊要甲你讨报上紧啊！啊无，我问你啊，你若毋捌去高雄，高雄有你完成这主干作业对？袂对啊！一定是你身躯比上亲近的人会甲你修理，尔怎来修理？你若甲恁翁有相欠，恁翁甲你修理啊！你若甲恁大家有相欠，恁大家甲你修理啊！对无？啊，大家若欠身躯，身躯甲修理啊，安尼尔，迄叫做六亲眷属。六亲眷属的因果是最贴近的，就是冤亲过来叫祭祖。冤亲就是你过去是有对不起，所以这世人才来给修理嘛。祭祖是啥？咱过去是讲倒了，给人骗了，钱给人骗来开了，啊是落欺主了，迄种叫祭祖。
就是人会来甲你修理，会来甲你讨。吼、哦，是安怎讲？我讲这毋是故事哦，迄是真正诶代志哦。因老爸咧开美甲，去甲对方诶美甲，就是因为做风胎，因诶美甲内底漆啊，拢去互迄个啥，拢去互水淹去啊。啊，迄个漆来去互水淹去啊，啊，佫无啥物日头好晒，点么出个啊？结果伊无本钱啊，无本钱就佫走去隔壁庄的隔壁庄嘛咧开美甲，人因遐较悬，所以伊遐进无着，去甲伊借五百，较早五百两啊，就足侪钱的，伊也借五百两。结果当然佫买车啊，买米，佫重新佫开美甲，开美甲即马就开好定哩啊，无偌久。伊字幕还袂摕转去行美甲，但是人迄个美甲有甲伊写啥？有写借条，写讲你某咪人啥物月啥物日来甲我借五百两银，吼、哦，啊你当时爱还我，结果他生病了，没有还，啊没有还，这个人就啥？这个人就摕迄张借条，走去互因后生，啊因后生搁在换这个美甲，换甲真好。伊就走去甲讨钱，伊讲啊，恁老爸，伊讲阮老爸肉体写无啊，伊讲啊，恁老爸肉体写无，我即张就是伊较早写我诶借条，啊，你爱还我五百呢？伊讲吼，阮老爸有欠你哦，毋过阮老爸要死啊，无交代，无交代讲伊欠你五百呢，安尼啦，啊，即摆迄个人吼，想官底想讲，恁老爸笔记写伫遮，啊，你还阁袂认呢？伊就甲伊带伫伫坐，坐到尾啊，坐输伊到尾安怎啦？伊就讲来阿伯阿伯，咱卖就再小坐。我带你来去食一个，来啉一个，来叫一个查某囡仔互伊，叫一个查某囡仔互伊，甲灌甲水汪汪。伊才跪到地下底，甲伊个酒条摕起来，甲劈劈，怎样？烧掉了，劈劈甲烧掉了。伊一个水煞。要再来跟他说，怎么淹就淹没那块酒店，酒店就叫烧去了，啊烧去了，你们黑到这舞台有效吗？没效，皮子摸了就回来，换那个人破病，五百两银没讨到，回来也破病，破病就当天累了，你知道吗？就把那个什么，就把他老爸叫那个当初给借钱那个人，他就说，你恁囝真可恶，用手段把我的这个借据，唔知安怎甲我处理掉。今日你无还我，连工业做精神还我，结果安怎？因兜一只驴啊，巴肚只大坑啊，因老爸走出四只驴啊，换连工哭哭哭换去啊。因迄个囝即马足发达嘞，发达到讲美甲无爱搁再搁做啊，做美甲伤粗重。伊去开啥？去开古董店。啊，开古董店，迄、那个头家徛迄只驴啊，就是因老爸。因老爸唔甘愿讲有道士那这，就是你家安尼，我今日就出世做驴啊来还人。惊位啊过大街，就写讲啥物富啊店。迄只驴啊吼，特别足雄的，走足雄的，终于要到内底，所有的遐古董。物件规个拢甲毁了了，迄只驴啊，拢甲毁了了。结果，迄只驴啊，趴咧涂骹，两只目睭金金甲因囝看。雄雄有一个声音讲：“我是恁老爸。”迄只驴啊讲：“我是恁老爸，若毋是你甲安尼，我今日敢着来做驴啊行啦。”所以你所有这物件，我拢给毁了了，这嘛叫做果报呢。我们不要小看呢，精神啊，精神伊嘛有灵啊，啊伊嘛是人来出世的精神呢。安尼你想，人爱做好啊，免做好。人若无做好，达条因果拢给记条的啦，绝对因果不爽，绝对不会因为你这样子就漏洞了，人家就找不到你。无这种代志，所以我们说思维修行
只要用正面的思维，也要用正面的思考，修行也可以转化负能量。先来讲修行会当转化你的负能量，因为你今毛在修啊嘛，你才会可以做一种代志，你袂做一种代志，所以修行也能够修改负能量，也能够修改业力。只要你有修，只要你做会到。能量是心不随外境所转，若心随境转是凡夫，若境随心转，为什么会是圣贤？境由心转，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坏环境，你的心有办法去转，转开啊，你就是有圣贤人会放下。啊，你若是境由心生又不会转，你若如果讲白白一间公司啦，有个人带会落，有个人带袂落，带会落的人还阁有饭好食，带袂落的无头路，是安怎讲？你看到这个环境，你的心不会转，你心不转境，你的心就会很复杂。啊，你很复杂，你就会怎样？你就想讲啊，这间公司唔好啦，我要来换别间看会较好无？我来讲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安怎？啊！一年换二十四个头家，等你睏了早早，唔是安尼。人有时阵拄到啥物款的环境，心你爱知影讲，即马这个时阵转对啊唔对？这个时机转对啊唔对？你要拿捏，你不拿捏的话，你会完蛋。很有意思，因为咱人吼，拢是想过来急，太急了，啊太急了，啊你即刻换即刻啊，即刻对无迄刻对，到尾嘛是无。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思想观。咱这边讲境转，咱若心随境转，就是凡夫啦。吼，啊咱若如果讲境随心转，就是咱了解要安怎。较对，要安怎较唔对？那母娘刚才讲的那一段，我们就讲过了。现在我们是说，元灵是天上仙，是非本是前世愿，是非本是转经世缘。今日有这个是，有这个非，就经世所为怨气所来交业。咱人爱懂得什么样，要懂得忏悔。今日有人要来甲咱修理。就是表示有要让你行因果，有要让你了缘，有要让你这世人改头换面。这世人要让你改头换面，伊是给你机会。你说你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是上天给你的机会，也是上天给你的磨练。有道理啊，无道理？人若一世人拢风调雨顺，你嘛袂受福啦。吼，啊你一世人。拢足平顺诶，你嘛袂受福啦。人绝对一定爱有安尼啦 ，M 型诶，无迄个人，逐项拢好。所以，咱今日落来到这个世间，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哦温婉情愫啊，咱要安怎去甲破解？所以，甲讲得法破迷上青天。你有得到这个法，你就要破迄个迷。啊，迄个迷若破开啊！拢拢青天在你行啦，哦，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不懂，所以甲你讲，得法化迷上青天，境缘好无好歹，好歹起在心，哦，起于心嘛。无相法包括了三界、超三界，通达六凡四性，离无相功德嘛，涵盖三界内一切诸法。一切诸法都是在三界内里面。三界是啥？咱即马讲天也好，地也好，人也好。天地人位伫三界，但是咱嘛也阁会使讲，会使讲人，讲头前讲神，人过来咧，鬼，即嘛叫做三界。每一个人，咱拢希望安怎？
希望会当超越，离开了这个啥五欲六尘，离开了这个污浊的物化的娑婆世界。我们就是要跳脱，离开了生死的观念，所以无牛才着入凡。咱的圆通自在天尊啊，甲无牛讲，即马无牛你的慈悲，这个凡间呢有可能啊，无得救赎。作诸行真人上金阶，请无下腰带。要讲一句无？诸行菩萨上金阶，请无下腰带，是诸行菩萨、诸行道人，就是九月十九，诸行道人去甲无牛要求，无牛你一定爱劳烦，你才有法度救这灵仔仔。那知影讲，即马劳烦了后，这灵仔仔病也搁较济，凄惨的也搁较济。为什么安尼？因为没有人愿意讲真理，无人愿意讲真理，大家拢在那要讲迄个灵感显化，拢要讲迄个三十三天地外，安尼怎啊害啊？为什么咱每一个人修行修心就好啊？为什么都一定都爱搁问讲，你看我过来要安怎？过来要安怎？过来你敢吵死来会飞吗？袂飞啊！啊，过来要安怎？过来嘛是好好啊做人咧，过来要安怎？我们就是在一个预设立场，在预知立场跟预设立场中间被人家模糊焦点了。啊，你一定爱安怎？你一定爱安怎？啊，所以说耽误了太多咱母牛的连环经济，耽误了母牛的导流经济，耽误了够济。我讲这样，你们同意吗？同意。像讲这个十个人在高雄的，你敢希望恁某走唔到路？啊，你嘛无希望。你敢希望恁某连要消东边，连要消西边？哈、啊，你嘛无爱安尼嘛，对哇？你若讲你着正常甲我收就好，一礼拜来听课听一摆，一礼拜来静坐静一届，卖灵别体，安尼母娘若带你袂转，我输你啦。安本分修行就好。安本分修行，第一个就是要照顾你的家，照顾家庭，照顾事业，教育你的子女事事，迄就叫功德了。你的功德做伫个地，做伫友好老爸、友好老母，做伫个教育子女，做伫个爱护家庭，做伫个爱家己的事业，把事业做啊好。有嫁出来、种出来，会使去做一挂好事，安尼就叫修行啊。唔是一定修行，一定爱安怎？啊，你若去问迄个一定爱安怎，我来讲哈，你着加准备一挂钱，对无？加开挂安尼尔，准备要安怎？准备要安怎？你嘛袂背啊。啊，你若讲要甲神通，静坐坐也好，意通坐也好，静坐若坐有好，你若讲到要某娘要甲你降温互你，足简单个啊。某娘要降温互你，无困难个，很简单。你的气有够清，你的心有够静，你要知影某娘个想法，迄个气有够个啊，母娘马上给你。就是我们自己混淆了，我们把我们的所有思想观都打叉了。像阮迄执行长，讲甲我讲，伊要来甲我讲课，我也教互伊讲课。你要甲我讲三十三天地外，所以咱常讲吼，三界通涅，六凡四圣，吼，这个无上的功德，包括含三界内外一切诸法，吼，所以会当圆满无碍。伊会当圆满就说法无碍，修道无所求啊，利他真功夫啊。修道无所求，利他真功夫。你若我同讲修，我甲你带来身躯边，我是用正知正见甲你带，我袂甲你讲一挂遐三十三天地外，我嘛袂派你去开遐有诶无诶钱，迄、哦、就叫正法。
修道无所求，利他真功夫，如物原来意，返璞寻字啊。有理无？有。为什么讲天是棺材挂，地是棺材底？天是棺材挂，地是棺材底，啊，无你走对。对哇，你落来人嘛，啊，死了烧烧嘛，伫遐。啊，无你要走对，无你走对，你甲我讲，你讲你有在走对啊？所以天是棺材，棺材挂，吼、哦，地就是棺材底。我们就是在天跟地的中间，叫做人。人在讲什么？在讲天地的道理，在讲人的人的道理，在讲什么？就是在讲道德，就是讲道德，无讲其他的物件。既然天是棺材挂，吼、哦。啊，地就是棺材底，世间人袂当离开无常这两字。人能右手接供养，左手做布施，你做得到吗？有。右手接供养，左手施布施，做布施。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啦、啊。人本是人。本来就是人啊，你安怎做嘛是人啊，只是会用教甲袂用教安尼尔，会用教讲这是精神啊，这毋是人安尼尔。吼、哦，啊，若是你是人，你免刻意去做人，你把人的本分做好了，你也不必刻意去做人，不必。为什么？人就是这简单，就讲甲这清楚，不必刻意去做人，无需精心去处事。为什么？你刻意去做人，就是要出名，就是爱出名。所以人来讲哦，爱朋友死，叫朋友去选举，对不？对。你这个朋友去选举，选一届就未落楼梯啊。那代表做做，要来做议员，议员做做，要来做立委，立委做做，要来做馆长。啊，这世人就死啊。对，我同感。对，那个叫啥？那个爱朋友死，叫朋友去选举。啊，咱人就是安尼，咱人是爱名，搁爱利，搁爱权，搁爱势，啊，所以就无啥啥。啊，咱讲人生三种境界啊，三种境界，学道学修之人要学会转念，世间所遇到的难关，也许是宿命，你同意吗？同意。啊，无我问你啦，那出事去拄到？那么也咩？也是讲出事，就因为吼，咱讲体格吼，悬甲矮啦，啊是讲水甲歹啦，吼，啊是拄到不转的啦，有一寡较辛苦的遮啦，吼，啊你想，伊毋是宿命吗？也是宿命啊，但是头壳特别好，你甲看，上天关你一扇窗。绝对会开一扇门给你，迄种人头壳特别好，当我管无正常的人头壳特别好，因为上天是平等的，我有给你亏欠这项物件，我就补你一项，这就叫做啥？你上天管你一扇窗，他就给你一扇门，绝对是平等的。世间所遇到的难关。哦、就是宿命，你想去改变它，结果越弄越什么？越糟糕，越糟糕，不如就顺从接受。对，可比讲，你若感觉你对答案怎对答案怎，你就抓狂，啊，你就忧郁症，啊，忧郁症了过来就躁郁症，过来就被害妄想症，啊，是啥物人给害？是你家己啊，你家己害你家己，因为你没办法看破，你真正的没办法放下。你就一直要追求完美，那就完蛋。越就是行为论，业就是行为论啦。你的行为错了，就产生业力嘛。这么业是不是行为论？对。你的行为不对，才会产生业力。啊，业既然是行为论。那前世留下的因缘果报，大
但各个月果不同，主能领悟原意，才能解开畜生流浪生死之因。这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来世间，他不是只为了贪你的牛血，因为你摆的桌上他敢有吃？他没吃到啊，你跟拜青花他只看而已，你跟拜水果他只看而已，他也没吃，他没有啊。神他是你不贪不处，他来世间是要来度世间人，说你来学我，像我们的妈祖说你来学我，为着孝孝道，为着亲情，所以我师姐我今天来做神是为着啥？他是为着要救护所有的那些船只，因为有一个乌江，所以说会让那些船子变船，所以他去修行正果，所以说妈祖叫做海上怎样？嘿，海上的守护神。神是要让我们做榜样，他不是要你去迷失，他也不叫你 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啊、尤其是我们五尊母他同样有人同样，人都经车都下来给你们，他叫你照经走，照经车好好去修，这样你就有办法修行正果。是我们世间人为什么要把它扭曲扭曲扭曲到本来母娘的原意都被你们扭曲到了，啊，扭曲到这种程度，你想，没人替心软才会使。所以济公婆婆也这样讲，你们把我的形象弄烂了，他没有这样，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喜欢，啊、用这种形象去看？济公婆婆是文学作霸，伊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儒学，也是所有的一切，伊比啥物道理都比咱搁较精通。但是，咱个带机改啦，带个呢半空半空，真的是让他觉得是，唉，世间人就是安尼。您爱演就您去演，啊，看你们哪去演。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